んじゃねえ。本影片的提供是由 Moto Tours Japan 日本最佳摩托车租赁公司 Rental 819，北清景泽最佳去处 Takaru Base 提供。Stop。大金鱼你好。耶。好。好 ，OK。试试看，不要脚着地这样子出发看看。嗯有啊，对，你脚没着地，不、哦、一吹油它就会解除。哦、然后，好机车，好 ，OK， 走吧。走。不知道是不是走这边，但是走吧。赞，蓝天白云，哦，头顶凉快。哇，老保时捷，好好看哦。胡根水果的香里，现在他的那个倒会都已经要收割了，像这种感觉，穿越这个小镇的感觉很棒，也感受到这一台三轮的优势。老飞啊 ，Lady 啊，弯道王，好棒！天哪，哦，天哪，哇塞，好感动的风景。日本竟然也会有这种风景，哇，好棒，好爽！天哪，我的 Super Sport 950啊！哈哈哈，今天应该要骑九五的。九五的，哇，好棒哦！这里简直就是私人公路一样的感觉。
这个透明片真的不会热，我以为会很热的，因为以前我的秀尾的话透明片都热到爆，可是这个真的不会热，果然就是科技啊，大阪大还是秀尾真的不一样的，秀尾虽然有变色片很方便，那这个透明的就可以维持就是不会晒黑又凉的效果的话，其实一般人最适合这种，尤其女生嘛，对不对？女生都不喜欢摸片，不是吗？开始了哦，开始三 ，OK 笔记，哇哇，好多好多跑车来了。开始过弯喽！哇，这个好好玩！也不像上次下雨，上次下雨还要顾虑一下。对，现在就轻松跑。台科速克达骑法，可以当滑台车出脚。我觉得这台 Tri-City 300啊，不太适合初学者骑，因为它实在是有点重，所以说像这种急弯有没有？这个就重心这样要整个这样摆一下，你知道？就是都要像骑那个 SS 一样这样骑，要不然的话它根本就慢半拍啊，觉得比较像是那种上机者的另外一台车。但我125都没有骑过啊，可能很轻快，听说很轻快的样子。我发觉你的 CTU 非常快，跟这个也速度差不了多少啊。对，他说过弯蛮勤快的。对啊，只是他加速的时候就是比较多快一点。嗯，那就不要减速了。在这种很烂的路啊， Nikon 超棒，跟这个还是不一样。 Nikon 这种路就直接冲过去就好了，不会有震动，对啊，很厉害。这个的话还是像一般塑胶车一样会这样子会抖的，可能比什么 X-Mate 要好一点吧。哦，可以丢。对，看来还是不能太嚣张，为所欲为。这个转过去就是哦，对。六啊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。羊羊欸，好可爱。哎，其实我觉得天气好的话骑什么车都好没差，真的天气好的话骑什么车。想到什么台湾拉拉山什么
高冷。高冷是什么？蔬菜。有人说省油不省，但是它的容量不足。啊，会突然没有，对不对？大概记得好像是有四点几。哇！可是卡夫这样也算蛮大的啊。对啊，因为它终身可以跑六七十，然后这样子，其实差不多一桶可以跑个两三百。嗯，非常够用。这里然后。所以你要加油是吗？这边我还是没有这家。对对对对，我回程再加好了。嗯，我还有一半以上。汽油满了，心也满了，有吹到底的冲动。很油门，很油门。喂，好香啊！好香，靠，天哪，犯罪啊！引诱人犯罪，放眼望去也只有我一个傻蛋在骑速克达。哇，多宝贵！哇，超棒！那硫磺闻起来像茶叶蛋。煮过头了，是不是？煮过头茶叶蛋。哇，绝景哦！太美了吧！哇，すごい！哇塞，很漂漂呢。尤其这，嗯，我说尤其这一趟，今年也就够了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哇，好棒啊！哦 ，Julia。哇，真的好多硫磺耶，那个黄色都是嘛，对不对？搞呀，会搞啊！没有地方停。总之，先查一下，嗯。等他们移动完了就可以。所以
上面是，完了，欢迎姑妈子。对，很利，很够用。44万日币。四十四万日币。成交。呵呵，成交。CTL， 就是那个什么卡其色的。卡其色的。我故意骑很慢，然后就是画面。哦。哦啊，这个是不是要左转？是这里吗？对，这边。哇！大坡的起点。前面那个停车场吗？我们要拍这个的话，要把车靠在旁边这个护栏这边。那等他们拍完。都是停在这边。嗯。
道理。对，就是其他现在变成说要收费。对啊，对啊。反正这个也真的很奇